主料：大米200克，鸡块100克，虫草花15克，姜2片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鸡块洗净，加入2片姜，加入盐花腌30分钟。虫草花清水泡洗净并沥干水分。大米洗干净，并注入适量的清水。将腌好的鸡块放入电饭锅里，再均匀，再放上虫草花，盖上盖子，通电源，按煮饭，直至电饭锅自动跳至，并焖多10分钟，打开即可装碗食用。烹饪技巧：鸡块腌的时间越长，鸡肉就越入味道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